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erenity Seafood 的小视频。相信大家今天都收到 Santa 包里面的盐水海胆 Ensui Uni， 但应该不知道怎么处理它吧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如何正确的处理盐水海胆。第一步就是压这个盒装包装盒上面这里有一个小开关，把它压下去，然后撕开封条。撕开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盐水会流出来，所以就是停放它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第二步就是把这个盖子打开，然后把里面的小盒这个拿出来，然后呢先放到一边，这个盒子就被倒掉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盐水吸干。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的小盒，然后呢放到这个餐巾纸上，大概5到10分钟，水分就会被吸干。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把那个盐水的咸味呢带走，否则的话吃起来就会太咸。大概这样子放5到10分钟，然后你可以享受美食啦。